他表演的是很好的。不要以为今儿救了我，我就能让你进我家门啊。他可能还会给你很多意外，你没想到他做得到的一些表情。那种犬种是非常的凶，比较凶，但是它很温和。对，它是经过训练的。任何一个指令，它都做得很到位。它演的也很自然。作为最佳演员，享受导演和东哥的独家按摩，那只是小儿科。还有宇宙男神相伴左右，是不是让你看红了眼呢？独家的代步工具也是剧组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喂你吃皇家狗粮，哎，皇家狗粮？那只是我的零食而已。这就是我喜欢你的最佳演员，老板。